来是 树皮树叶比哥哥多。嗯，哦，看起来是这样哈，因为它都。就是呢，它其实就是这样子，弄一下弄一下，最后其实目的要喝。嗯。它的喝奶频率其实太高了。太高了。不晓得是它的个性啊，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点。嗯。其实。铺地铺它的路。嗯，还要想要搬家了。就我让他都不定嘛，他要搬到后面去了。嗯。最后就是所有人去了。对，你说别人为什么好玩？他的判断是他到那么远的地方。嗯。弄了老半天，已经好。表演。对。因为人家都被他打扰不理他，就自己在那弄。哦，很卖力的。他刚才上面还倒挂着。倒挂啊。对。搞弟弟。我刚看一只松鼠拿了好多个那个，就草绳子，不知道怎么讲，它已经变成一个球了。对呀。不晓得是它自己弄的还是从哪里过。